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栏目，我是秋瑞。来看一套出租啊投资自住两相宜的房子，这是我们2017年年底还是2018年年初买的，小区就是大华的旁边，这是那个 Frisco 新大华。但当时我们在买这套房的时候还不知道大华在这儿，然后现在这个 corner 已经变成了应该亚洲的 corner， 然后有什么日餐韩餐大华还有寿司，各种大大小小饭馆乱七八糟加起来可能有10多家，还有什么85度啊都在这儿，什么 Diesel 啊。好，这套房子是2200多尺，我们现在租客退租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收回来。这个房子还有故事的，我以后会专门在美国买房跟我来 YouTube 视频里面来讲一期这套房子的故事，就出租关于租客的故事。好，进来你会发现挑高是不是很舒服啊，超级舒服，房子户型很好，房子户型很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墙上比如说该补漆的地方大部分都补了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可能还要再做。 OK， 地面是普通的，这以前老的地砖，然后再加比较普通的地板啊。整个房子的整体采光，它是南北向的，是前院朝北后院朝南，所以会超级舒服，对吧？这套房让你感觉卫生，我们前面卫生已经做完了，然后厨房台面都很漂亮。 OK， 微波炉，很老式的微波炉，这是应该是这个房子是98年还是2000年的，电器都 OK， 炉灶是后面新换的啊，它的柜子这些都蛮好的。台面前面这有点漏水，然后这里也修好了。对，龙头中间中岛洗碗机。柜子也都清理干净。这是整体厨房的情况，非常漂亮。你看采光，我刚把这都打开了自然光。这个窗户买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所以它后面，在时间长漏气会更严重，所以这两块窗子可能需要换一下。对，还这是第三块，这不换也行，不太影响出租。但是如果把窗帘都打开 ，blinds 都打开，这个 blinds 有点坏了，这个合不上了，然后需要换。这些都是最便宜的 blinds， 就是这种，这可能成本是一片是30来块钱，20多块钱，30块钱。但是这个有些它的宽度不够，宽度它是标准宽度嘛。这已经没有人用了，但是这以前配的就是这个，所以我们先不换，如果实在不行再换宽的。再换宽的话，那一片也差不多是30多40多块钱，然后加人工安装是20到30之间啊。好，这是客厅。好，超漂亮。哎，我们去后院看看。这后院当时我买的时候就说，我说这个树种的太多了，以后可能要去砍树，我说有问题。现在应该有1年多，快2年过去还没长大。这个哇，这是个树，这个可以把它弄掉。对，你看这个树结的这果子，你看是什么果子，这是什么果子，这什么果子？哇，你看这一地的果子，这个大的，这个，这还有那个霜还是那个蜜啊，往外漏着。我对这植物完全不了解。哇，这好像也是，哎，这个也是，你看这地下两棵果树，果树容易生虫子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好，整个屋顶后院也是超漂亮，当时买
挂牌价格是33万4啊，33万5。这块泡水了，然后我们买下来，它挂了很久，挂的价格实际上算比较高的，最后我们做下来是32万8还是32万7？对，然后这块屋顶也需要再补一下，它还没补完。这块这个板已经全部换完了，这个板它以前洗衣机，然后这个龙头渗水，然后这块有霉，所以这个比较严重，所以我们把这个霉全部除掉，抑制它，然后再刷完变成新的。然后这个板也是在买的时候是有问题的，买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然后现在我们把它看能修一下，就害怕它不坚固会掉下来。车库，后面车道 fence 都还好，这是热水器。这套房子没有 sprinkler， 所以要自己浇水。热水器比较老了，是看不出来是哪一年的，上面好像没有写，但是04年的，应该是这个生产编号嘛，是吧？这我想应该是04年，反正很老啊。这个但租客前面没有投诉嘛，所以说还能用。好，我们去卧室看一下。这面墙以前也很花，现在补完了，但是好像还需要再补一下。过来主卧、客卧和两个那个什么，这个主卧是这儿有点，这个需要也要修一下。然后灯泡那个灯罩没有了，需要修一下。地毯上还有一些这个污渍，这个它吸是吸完了，但是还需要清洗。厕所，面盆，这上面没有掉过。抽风机，这个 closet。间，也我们去客卧看一看。好，这是两个客卧，然后这边是洗手间。它是所谓的干湿分离的，洗手池在外面，是双洗手池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层高也非常高。这个门它前面改成滑门了。但是这个滑轨不好用，把它上上去一动又下来了，所以还是原始那种推拉门比较好用，所以不行还得把这个门再弄一下。这还有一个卧室，这个卧室不需要用要用清洗液，不用清洗液的话不行，咱这个地毯上是水彩笔之类的东西。这个门前面他搬家的时候把这个门拆下来了，所以我们把它安上去了。吊灯 closet。 OK， 基本是这样。所以这套房子呢，就是看起来是层高非常棒，然后很舒服，采光很好，南北向的，位置超棒，学区小学走路啊3分钟吧，前面可能有200米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的，这是非常漂亮一套自住投资两相宜的，特别是如果华人刚从比如说国内过来，然后作为一套过渡的投资房，这种一层的，
是非常舒服的。 OK， 好，更多信息可以关注翱翔美国房产咨询的视频音频，全网搜索翱翔美国，上我们的网站翱翔us.com， 加我的微信翱翔us001。 我是秋瑞，我在达拉斯等着你，再见。